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学习我们雪庐老人啊这个办伦理班的宗旨啊。昨天慈师给我讲我前天讲这个，当时雪庐老人讲这个伦理班的宗旨前天我讲错了讲28年那实际上是38年是民国70年3月27日，那到前天是民国108年3月27日今天29日所以我们前天开始跟大家学习这个伦理班的宗旨刚好前天是38年刚好38年这个也是很巧合的38年。那么我们昨天那么跟大家学习到这个不怨天不尤人祸福无门为人自造。那么要修养修养到不怨天不尤人这个不容易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不怨天也不去怨人，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我们一般人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总是多多少少都会有怨天尤人这样的情绪这个也是一般的情况那么唯有学问深的时候才能做得到所以古大德讲学问深时意气平就我们这个学问，那什么叫学问呢？我们中国讲这个学问是属于智慧跟佛法讲的般若智慧是一样的。那么外国人讲的学问是知识是知识。那么跟智慧就不同。那么学问深在智慧在知识这两方面这个学问都很深入才能做得到这个学问深时才能做到意气平这个意气才会平和这个也很不容易做到。那么要做到这一层那必须明了因果因果报应就是昨天我们也看到雪庐老人讲引用《太上感应篇》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就是不如意的事情那怎么来的呢好的事情它又是怎么来的呢都是我们自己去招感来的我们身口意三业善业有恶业去招感所以这个
因果，深信因果之后啊，那意气才会平啊，知道啊，这个都是过去今生啊，我们自己造了不善业啊，造了哪些不善业，现在得到这个不好的果报啊，这样啊，那个意气它才会平和啊，所以这个要做到这一点啊，不怨天不尤人啊。第一个就是啊，在伦理道德啊这个教义啊，下了很深的功夫啊。伦理道德啊，就是儒家啊，儒家讲的啊，像我们最近在学习《群书治要》啦，《伦理》啦，啊，《弟子规》啦，啊，包括儒家的《格言》《廉弼》啦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伦理道德的教育。啊，这个深入了，我们会做到不怨天不尤人啊，像孔老夫子一样啊，包括学易经了 啊他都能够深入啊，他懂得这个当中的因果变化啊，那种种人事物啊，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招感自作自受。啊，那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啊心呐、啊，它就平下来了啊。遇到啊一些逆境啊，也能逆来顺受了。那如果没有这样学问的功夫啊，啊这个不要说大的逆境，小小的逆境我们都受不了了，肯定怨天尤人。那么学了伦理道德啊。第一个就是懂得自己反省啊，所以在伦理也讲啊，公之后而薄之于人啊，啊，遇到什么不对事情啊，先不要去怪别人。那我们一般人呐、啊，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第一个先怪别人啊，啊，第一个、啊、没有先回头。啊，观察自己啊，所以世出世间的圣贤呐、啊，都是教我们呐、啊，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首先呐、啊，先回头啊，观察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啊，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做错了啊，先反省自己啊，自己反省了。把问题找出来了，啊，自己错误的这个因素改过来啊，那么自然呐、啊、能够去调节外面的人事物这些环境，啊，总是啊自己摆正了，那才能够啊去调整外面的啊这个境界。啊，自己本身就偏了，那你怎么去调也调不过来。啊，所以先从自己做起。啊，这个是啊，世出世间圣贤佛菩萨都是这样教导的。那么我们学习啊，这个伦理班的宗旨。昨天啊，我们在这一大段啊，后面一段啊，写如老人讲《易经》啊，易则变也啊，就是《易经》啊，它是有变化的啊，这个易啊，从无来的啊，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八卦八八六十四啊，那一直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那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变化嘛，啊，这个万法无常，不一定。那么我们不要造新的缘了，啊，不要造这个新的恶缘了。
啊，不起现行啊，我们现在啊，能够把我们的内心这个烦恼压得住，我们就可以不受现报啊，当下就得好处啊。所以我们听这个课啊，啊，马上听，你马上心念啊，你转过来，你现前就得好处了，这个就叫现行啊，现在的行为。啊，身口意现在的行为叫现行。嗯，所以我们马上改善啊，马上得好处。嗯，在现在啊，现前啊就得好处，啊，当下得好处。那么我们以为环境不好，环境并坏环境啊，并不是天所给予的。啊，不可怨天尤人啊，就是坏的环境。那我们为什么会到坏环境来啊？啊，有的人啊，他怎么会到好的环境？啊，这个不是上天给予的，啊，不是上帝安排的，啊，而是啊自己感召的，啊，这才是正确的。啊，所以不能去怪上帝啊，啊，那个跟上帝无关啊，跟活菩萨，啊，也没有关系啊，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啊，跟自己有关系啊。所以不可怨天尤人，敬人则人肯敬之。这个一句就是讲因果了啊。那么我们尊敬别人啊，那别人也会自然啊尊敬我们。我们一般讲啊，互相尊敬。那么我们希望别人尊敬我们，我们先去尊敬别人啊，就不要先要求啊，啊，那别人你先来恭敬我啊，我再恭敬你啊。啊，那活菩萨教学啊，就是我们自己先去做啊。啊，先去恭敬别人。那么我们恭敬别人啊，啊，有的人他及时会啊回报，哎，恭敬我们。那有一些人啊，可能他这个业障比较重一点啊，可能要一段时间啊，哎，他才慢慢的有感觉啊。但总是啊，对他都有帮助。啊，对他有帮助，啊，慢慢的，啊，他也受到感化了，啊，所以什么都是先从自己做起，啊，先不要去要求别人。那么这是举出一个因果的例子，啊，那我们从这一个例子啊，举一反三，根据这样的一个例子举一反三，那你要得到什么果报？你要修什么因嘛？啊，你希望得到别人对我们恭敬的果报，我们先去恭敬别人嘛？啊，修这个因嘛？那这后面呢，啊，他就得到这个果报了。啊，所以说祸福无门，为人自造，不往自己身上找，要往什么地方找？找不到。啊，佛法叫内学。往自己内心去找，啊，答案就找到了，啊，不往自己内心找啊，啊，一昧的怪外面的人，啊，自己都没错，都是别人的错啊，这个问题啊，就解决不了了，啊，那么这个理论啊，在《了凡四训》《立命之学》啊，在这个。银谷禅师给这个圆了凡先生讲啊，当时啊，他遇到银谷禅师还不叫了凡啊，啊，他是这个听了银谷禅师给他开示之后，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啊，他自己啊做个大转变啊，所以。听了开示之后啊，他才叫自己取一个号叫了凡。
啊，要了脱这个凡夫的窠臼啊，不再啊被命运啊所束缚了，改造命运啊。所以当他见啊银滚禅师的时候啊，啊，他的本名叫圆谎，啊，他的字号叫学海。哦，这个口气很大，呵呵，啊，他的学问啊像大海一样，啊，所以叫学海。那，啊，遇到云谷禅师啊，他就改变了，啊，跟过去不一样了。啊，另外一个公案也是在明朝啊，就是跟颜了凡同一个时代。啊，于静义公以造神迹。啊，于静义。那么于静义公，他跟同学啊，他们都是读书人啊，都是秀才读书人。那么以前读书人啊，都有读文昌帝君阴祀文啊，所以考科举啊，啊，都是文昌帝君在管的考试，考这个科举啊。现在我们台湾的文昌帝君也很多，大陆 也有啊，甚至连国外啊啊都还有。那么文昌阴祀帝君阴祀文呐，啊，那讲的就是，也是劝善啊，劝善啊，什么是善也列出来了。他们就组一个文昌寺啊，那当时啊组一个寺啊，叫文昌寺，依照文昌帝君阴祀文啊来断恶修善啊。那么这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社团一样啊，像我们现在呢社团啊，社会团体啊啊。那么他这个社团呢，啊，叫文昌啊，文昌社啊。那每个月呢也举办啦，啊，放生啦，啊，爱惜稚子啦，啊，借口过邪淫种种的啊，啊，根据文昌帝君阴祀文呐，啊，这篇经文来修，啊，大家在一起共修。那修了很多年呐，啊，但是这个于静义啊，啊，这个叫他本名叫于都了，啊，号良辰呐，啊，啊，他的字号叫良辰。他年纪比颜了凡大，同一个时代啊，生了九个儿女啊，啊，死了七个儿子，剩下一个女儿啊，一个儿子失踪，啊，一个小儿子失踪了。那么家里啊，那个经济啊，穷困潦倒啊，三餐不济啊，啊，常常向人借钱。考试啊，考了好几次都考不中，啊，考科举啊，考不中。啊，考进士啊，都考不中。啊，那么他们家呢供奉这个赵王爷，就是赵君呐，啊，司命赵君，啊，这个赵君呐，啊，啊，我们刚才读感应篇呐，啊，赵神，啊，这个赵神呐，啊，他是管一家人的，啊，这个善恶的，啊，这个赵神是属于火神啊，就是在厨房的，司命赵君。啊，那每一个月最后一天呐，啊，啊，这个灶神呐，啊，也都会上这个
刀立天啊，到玉皇大帝那边去汇报报告啊，人间啊这一家人啊，他的善恶造神啊，那么他供奉造神呢、啊、也很恭敬。那遭遇到这种家庭这种巨变啊，他生九个儿女啊，死了七个儿子啊，生病了，病死了七个儿子。啊，一个很可爱的小儿子又失踪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啊，剩下一个女儿。啊，他的妻子啊，整天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掉了。啊，所以他就心很不平啊。我组织这个文昌社。啊，召集这些同学来啊，每一个月都做好事啊，放生啊，习智子啦、啊，啊，戒口过，戒邪淫等等啊，那怎么得这种果报呢？啊，他就怨天尤人了啊，所以。每一年啊，到除夕啊，他就会烧这个书文啊，给灶神啊，请灶神啊带他向上帝啊去禀奏啊，那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得到的果报这么凄惨呢？他心很不平啊。那这个片子啊，我们在2006年呐、啊。13年前啊，也拍了一个片子啊，现在我们华藏网络都有啊，大家啊有时间啊可以点来看看，回顾回顾啊。但是怨天尤人啊啊，结果啊，他对灶神啊还是很恭敬，所以感应到灶神现身啊，到他家来给他指点了、啊。啊，所以详细啊都在一敬一恭一灶神记啊。那这篇文章不长啊，但是啊，印光祖师讲啊，补充了凡四训啊，等于了凡四训的补充说明啊。后来他遇到灶神给他指点啊，才知道自己原来平常以为都是做善事，其实都是在造恶业啊。啊，一桩善事也没有落实啊，都是敷衍了事啊，人家放生跟着去放啊，自己也从来没有动过一念慈悲心啊，都做表面的啊，没有一桩善事是有实质的，都是做表面的啊，应付的，没有落实啊，只看到呢恶业啊，特别啊那个意恶最重啊，内心呐、啊、妄念、贪嗔痴慢啊，那个一敬一恭一灶神记啊，这篇文章啊，的确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啊。那么他的意恶啊啊，我们看一看呐、啊，哎呀，我自己看一看呐、啊，哎呀，这个我也都有啊。啊，我们才发现呐、啊，我原来不是只有他有啊，我们就回头看看自己的心呐、啊，哎，那我们也没有比他差呀啊，啊，意恶就佛法讲的贪嗔痴，他讲贪嗔痴，我们只是懂一个大概的概念，贪嗔痴慢，那么一敬一恭一灶神记这个他。灶神啊，一条一条给他列出来啊，啊，那就比较详细了啊，那我们才懂知道啊，哦，那贪嗔痴慢呐、啊，那发展出来就是这些念头啊，不然呐、啊，我们听一听啊，也感觉的不清楚啊，所以这一篇呢、啊，也值得我们去读。啊，就是没做好事啊。啊，那么这个因果啊，
当中啊错综复杂。实在讲，这个因果要深入啊，还是要读《安世全书》啊，《文昌帝君因智文》啊，这个《广义注解》啊，这个因啊，善当中有恶，恶当中有善，那果报当然也是一样啊。啊，这些因果道理啊，必定要深入明了，那才能深信因果。没有深入啊，做不到深信因果。啊，深信因果，心才会平。没有深信因果啊，遇到不如意事情，难免怨天尤人了。啊，所以一敬一恭遇到灶神啊，给他指点啊，那他妈他还有一点善根啊，他能够真的回头忏悔改过啊。后来啊，他改造命运啊，比了凡先生快三年啊，整个命运啊180度大转变啊，努力断恶修善啊。三年后啊，他的妻子眼睛也好了，他失踪儿子也找到了，考中进士了啊。后来不做官了啊，回家呢家乡去教学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啊，我们都要根据经典啊往自己身上找，不要往外面找。不知现在如何，能知将来。现今你能转，将来你就能往生。不需问人，自己现在就可以自知。啊，这个就不用问别人了，自己就知道了。啊，自己能转啊，将来就能往生。这个话呢非常重要啊，我们念佛人呐，啊，这句话呢要常常提起啊，常常提起。啊，不然呢，啊，我们这一生呢，啊，往生的因缘又空过啊，又错过。啊，我们再看下面啊，所修如法，知病知药，不争病势，忌口忌事等。所修如法，我们现今所修都不如法，经上说得很明白，你心中未成都是自欺。无未见盲道而没有吃饭的人，真不吃也做不动。若所修的法停顿下来，那就不行。啊，那这个也是给我们讲啊，啊，我们在修一个法啊，比如说我们修十念法，每天念十句，那么一天都不能停啊，天天要念。啊，那我们现在吃饭呢，啊，三餐都念啊，那这个不能停啊，啊，念十句啊。那么起初吃饭啊，就是啊，我们很忙很忙啊，啊，大概也都吃饭时间到，大概都会吃饭啊。那么我们修的法呢，就跟我们吃饭一样啊，就是啊，不能说很忙啊，今天就不修了啊。天天要修啊，修十念法啊。如果你定的功课比较多啊，那也是要坚持下去啊，不能停下来。啊，为什么不如法呢？你以为自己所做为对的，这便是不如法啊。只要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就是不如法了。啊，自己没有认真去反省检讨，啊，就认为啊，自己都是对的，这个就是不如法。啊，应该啊，啊，要仔细啊反省反省啊。孔子五十以学义，可以无大过矣。圣人尚且说学义可以无大过，我们是何等人，能无过吗？啊，那么这个
孔子五十岁学易经，可以没有大的过失，但是小过还有。那么孔子是至圣圣人，那我们是什么人？啊，我们都没有过失吗？啊？心一动卦就变，要时时想自己。易经就是注重悔字，易经中的吉占四分之三，凶占四分之一，一悔就可以无咎。只要一存悔心，省察自己，当时就变。啊，易经的卦呢，有四分之三是吉，啊，四分之一是凶。那么我们占到凶啊，你只要一反省，一忏悔，这个心念一转，凶就变成吉呀、啊。一悔就是忏悔，啊，就没有过失了。只要一存悔心呐、啊，省察自己，当时就变。啊，若怨人就真过，那是真大于人，不可救药。啊，那你怪别人呐、啊，那你就错了，不要怪别人，你就增怪别人就增加你的罪过了，啊，真是，很愚痴的人，啊，不可救药啊。我们如今不能自知，我们懂心性吗？不懂就不必管，只要反过来找自己的毛病。若找不出毛病就可以了，这个不必问人。啊，我们现在呢，啊，也不懂心性，不懂也就不要理会了，啊，只要反过来啊，去找自己毛病，啊，我们毛病改过来了，没有了，这样就好了，啊，也不要问别人了。学易经可以不争病势，有病三分药，七分调养。凡是喜好吃药的人，就是中年长病，有病全在调养。如何调养？要忌口，不可吃的东西不能吃。有病乱求医就倒霉。那么雪庐老人他是中医啊，那他中医啊，医术也很高明。那么他告诉我们啊，学易经啊，可以不增病势啊，啊，可以不增加我们的过失啊。这几出病啊，三分药，七分调养。那喜欢吃药的人呐、啊，那中年长病啊。那么有病，全在调养啊。那调养就是要忌口了啊，忌口就是不能吃的啊，就不要吃。啊，这个是很重要啊！那有病乱求医啊，你就倒霉了啊！病急乱求医啊，真的就病越治越严重。从前的大夫相信因果，今人不信因果，他把你当试验品啊！从前的大夫啊，就是医生，相信因果。啊，有医德。现今的医生啊，他不信因果啊，所以没有医德啊，往往啊，把这个病人啊当作他的实验品，白老鼠啦啊，现在讲白老鼠啊，所以现在啊乱求医啊，那真的啊病越医越严重啊，有病啊。药三分七分啊，靠调养啊，最重要啊，忌口啊，忌事啊，忌应该忌的要忌。所谓不药即中医啊，啊，这个中医啊，啊，不是中医西医的医啊，啊，这下面有讲，不吃药就等于中等大夫啊，这个医生啊，分上中下三等。啊，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啊，在听蔡老师讲了啊，这个扁鹊啊，说他是下等的哦，扁鹊是名医啊，啊，他说是下等的，他的二哥是中等的啊，他的大哥是上等的
啊，中医啊，它主要的医学是预防医学，是最主要的。啊，那其次啊，才有治疗啊，扎针啦、物理治疗，啊，再其次啊，就吃药啦，啊，开刀啦，种种的，啊，那是下等的医生了。吴今日是以谚语评句为老师啊，那么李老师啊，他以这个古代的谚语还有评句做老师。从前呐、啊，医者必须先学《内经》，但是今人多不看，因为看不懂的缘故，只看汤头歌诀。例如咳嗽就有很多种，寒性吃陈皮半夏，若吃枇杷膏便增病。啊，那这个咳嗽啊很多种啊，我咳嗽很有经验，真的是很多种。啊，乱吃啊，越吃越严重。所以《内经》首篇不说病，先说为何会生病。为何未老先衰？人间百岁，五十为半百。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为何不说八十六十？那么这是讲《内经》啊，啊，他讲病的原因啊，我们现在人看不懂啊，啊，现在这个李老师有讲啊，注解可以看。啊，他在前期里面有啊。果瓜成前先有小型，果有前之，再者为结果，结果就要看眼前，若看后来就糊涂。你们信不信？法华经云，莲花是因缘果同时，果瓜成前先有小型，开花时雌蕊的花瓣落了，花格外肥，但是没有结果还不能吃，必须有媒介，看现在便知未来。你们念佛现在能一心，将来便可以成功，不能断惑，也必须福惑，就可以放光明啊。那么这一段呢非常重要啊，跟讲到我们念佛了，一心呐、啊，就决定往生啊，不要断惑，但是要福惑啊，才能放光明啊。我们现在这个惑扶不住，我们要努力啊，先做到福惑，再断惑。修净土才有助念，其余的法门没有。但是助念也不是替念啊，不能代替你念佛。助是帮助念，实则必须自己念。这一点大家好好想一想啊，所以助念呢、啊、不是替念呐、啊，那个要往生的人啊，自己要念呐、啊，旁边人帮助他念啊，那自己不念呐、啊、就不行啊。吾预备为你们讲《易经》，让大家能成就，使你们自己管自己，懂《易经》就胜过功过格，因为《易经》有三分吉，一分凶。钱在悔上，悔就可以无过啊。那么《易经》讲啊，啊，这个三分吉，一分凶啊，啊，一忏悔过就没有了。讲钱，大家先背熟八卦歌、六爻分内外，记住天地人。每卦有本体，有邻居、旁通。邻就是近邻，邻居的邻居无关而又可以有关系，所以又有中错综复杂。逢乾逢坤必有变化，纯阳纯阴的缘故，其余每卦都有阴有阳。那么啊，这个幕后这一段啊，雪茹老人讲 啊，跟大家讲《易经》啊，啊，请大家先背熟八卦歌啊，啊，这个八卦歌要先背起来啊。那么他在讲啊，大家就比较容易明了啊。啊，这个啊，大家有时间啊，哎，可以听啊，可以学一学啊，这个对我们修行有帮助。
啊，所以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就帮助我们学佛念佛。我们学佛念佛啊，又帮助我们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啊，那么这个话呢，都是雪庐老人在《伦理讲记》里面讲的。那这些我们有因缘时间呐、啊，啊，都可以来学习。啊，所以雪庐老人呐、啊，他是外儒内佛，啊，外面形象啊，他是学儒家，啊，他内心呐、啊、是学佛，啊，所以叫外儒内佛。啊，那么这个相得益彰。好，那么这个伦理班的宗旨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那这一份呢、啊，大家可以带回去啊，啊，带着啊，啊，平常啊，啊，每一天看个一遍是更好啊，提醒我们学《伦理讲记》啊。现在我们网络上都有《伦理讲记》，希望我们大家都收听啊，欢迎大家收听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祝大家啊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